嗨，大家好。咁咧，我哋咧而家咧，今次我要介绍嘅咧就唔系开封任何嘢啦，就睇下就想介绍下我啲嘅新社啦，同埋 AKB 周边咁样啦。咁首先呢、這个 keyboard 好咗定嘅，咁我哋攞佢先啊。系，咁首先咧，我哋介绍咗就系、不如介绍咗啲 file 咁样先啦，好唔好？系。咁首先咧，我咧就有三個嘅 file 咧，今次咁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係 Yoko 啦，係咁就咁啦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就有係一個天 K 嘅，咁有優子啦，呢個係啦 Yoko， 咁就係一個。AMB 嘅 AMB 嘅一個包啦 ，Miluki 啦，上咧同埋Jo 嘅，咁跟住咧就有一個Yuko 嘅Give Me Five 嘅三環啦。咁啦，另外咧就有一個ここにいたことが送が金本封面嘅一啲嘅贈品啦，咁 Mariko 啦、Mario 啦、Nina、Julina、Mi ちゃん。トモミ、コチハル、ユキリ、サシ、サイ、トモチ、ユコ、アちゃん、トマイ、タケミナ。咁另外咧就有一個，呢個係入面係啊，可以寫嘢嘅，一個。好啦嚇，咁呢個係 Yoko 嚟嘅總選嘅周邊啦。另外一個就係磁貼啦 ，Yoko 嘅磁貼嚟嘅係。這個一百，等呢？佢。ちょっとね。これか。はい。はい、跟住就係介紹三社啦。咁有同埋呢個卡啦。咁首先卡先啦，咁就有首先就係飛鈴卡啦，係。咁呢度咧係有我之前開咗呢度又係有三包嘅飛鈴卡嘅。咁首先有嘅係佢之哈魚啦，咁都係呢個係佢之哈魚啦。因為依個約咗佢先，係。
係。我哋可以下路兩張嘅。跟住又係 Monica 啦，沙卡。呢度就開始係 K 嘅，有 Yuko， 有一張、兩張、三張，依個係 Part One 嘅。跟住嘅係呢張 Yui。第三套中美奖有三张的，跟住嗰只 B 啦，有 Mario 有两张啦，另外呢个系 Nina 啦，另外就系当时嘅天花 Palulu、Julie 同埋 Maya。咁呢度两张 MB 嘅就系我系百分百洛卡同埋。上西位車嘅，跟住就介紹山社啦。啊，唔係 ，sorry， 有預力卡先。咁不過依家首先就 not yet 嘅 Happy Wall 嘅送嘅張卡啊。另外嘅卡有 Mario， 那字体阿卡他讲他看他 Yuko 汤姆妮娜西马达哈鲁卡他看米娜洛塔马里克阿米那个字卡托莫米，咁好多人先冇咗毕业噶啦。沙拉卡都先冇咗毕业啦，另外都系当中要考嘅。咁跟住就介绍三社啦。咁首先就系 Team A 先啦。咁首先有 Postcard。Takamina 的另外三社有一張 Takamina 一個四年之名女 Mario Usa 和 Takamina 兩張月別的住嘅咧就係天 K， 天 K 就比較多嘅。係，佢先有沙卡有兩張，一張月別，一張係格子花紋啦。咁另外一隻 Uchi 嘅Emperor。跟住月別有 Kobakana、Tomochi、Natsumi、Tomo、Maria、Nana、Amina 嘅。另外有兩張 Ami 風筝再吹同埋飛長手。跟住就係天 B 啦，天 B 就比較少嘅，因為咧我就唔推天 B 嘅 number 嘅，咁不過咧都有嘅，有蘇蘇蘭啦，Yuki 最新 single
昨天就識嘅一起嚟啦，有哈魯同埋科技哈魯嘅 post 卡。跟住嘅咧就系介绍一啲介绍咗两个系其他四十八系先，咁就有亚麻丹娜娜嘅 Empressure 嘅剧场版，哈呢首歌嘅长照啦，另外有一个系HKT 嗰阵时系 AKB 嚟，而家 HKT 嘅Love Dance 啦嘅长手。跟住另外有兩張咧，就係Supertip 嘅 member 啦，有Mazuda Yuka、Game Checko 同埋阿蔣嘅《君は僕だ》。跟住有一啲咧，就係電特或者係團體照嘅。咁呢個係特別自由式啦，有Yuko、Yuki 同埋 Takamina 啦。另外一個就是 Single So Long 的 Junina 和 Yuko 啦，另外有兩張USA 的，另外一張是非常手。跟住我哋剩翻落嚟嘅時間咧，就梗係介紹我一個係最多親寫嘅個 member 啦，咁就係 Yuko。咁呢個係再見自由式啦。Game Check， 呢個係 M 零九啦 ，Tapicino Toki 呢個係呢個係 M 十一，呢個就係M 零九啦，呢個就係兩張1994年知名女啦，另外一張粵別嘅呢個優子，另外有AKB。多 SX 的係啦，周韓 AKB 啦 ，USA 啦，聖誕 Christmas 歌嘅，咁另外一張呢張係Game Check 啦，都係，咁呢張嚟緊剩翻即係 postcard 嚟嘅。咁呢張係優子嘅優子其中小寫集嘅一個送嘅一張卡咁樣啦，咁有四種嘅，咁呢種就係一種東京型嘅嗱。另外嘅就有呢個名義明信片啦，2012年 Christmas 嘅 postcard 香港店。呢、这個就係優子嚟香港兩週，香港嗰陣康復兩週年，咁就影住優子嗰陣時嚟香港嗰陣時嘅相，咁整咗張 postcard 啦。咁最後就係優子嘅2012年總選嘅 postcard 啦，27 single can check 嘅咁樣咯。係咁。今個禮拜六嘅總選結果就會開始啦，咁就會知道。咁我自己咧就投咗票俾優子噶啦。咁咧，希望大家就把握最後嘅機會投票俾你嘅 member 啦。咁你嘅一票咧，雖然得個一票，但可能會影響結果啦。咁希望大家咧就記住留意住6月8日嘅 AKB48 第五次嘅總選。嘅直播啦，咁 YouTube 有得直播嘅，咁希望咧，優子可以攞到第一啦，係咁，多謝曬大家，拜拜。